パ、ママ、ルナを守ってね。私だって戦えるんだから。开车下去，撒旦要有两只撞，那会造三只吗？有一只要撞水龙神，然后最后一只要撞，两只撞，场上总共四只嘛，两只撞撒旦，一只撞水龙神，一只撞一只，也是无法解干净啊，也是无法解干净啊，除非我算错，对啊，无法解干净啊，我刚几 PP 啊？我是抽牌之后才拿到白的努斯的，那不行，那一定解不干净。是露娜输了哦。啊，对啊，我的骨头会加二哈。所以说可以全清，然后场上会剩下一只魔将军。那如果剩下一只魔将军，我是觉得刚刚那样是赌比较会赢的打法啊。剩下一只魔将军，除非他来一个50-33，对他来讲比较难受。不然的话，他吸血或魔将解掉我魔将军，我场面继续断铺场。哇，六飞可以接到死柱，这还蛮准的。会拉对空吗？对空。好，就看看8 PP 能不能斩我了。会不会7 PP 啊？没什么可以操作的空间，反正就是看他能不能斩我。他前面有拉两张的阿丽呀，有两张萤火啦。他这边不管怎样一定要做。我还在找牌，还是他其实已经甲虫满手，刷两张的萤火，哥布林一只，哥布林一只，六七八。哦，这样没有，他家没有三甲虫。这样的话应该能做到8+9吧，我猜的。8+9。八。九。17点。哇。我们终于赢了一场。这场玩个转蛋。不管不管，什么都玩，什么都玩，只要不要玩葬送就好啊！葬送好废哦，超烂的哎、欸！我觉得现在无限制这个环境长这样，突然就觉得好像宙斯出来也还好而已，不然就是玩者召唤9啊。
这样还是可以躲宙斯啊。九贝可以造一些神奇的东西来玩，不要八嘛，改成八，八只能玩阿公。拜托让我赢吧，露娜奖！我靠，我都是超强露娜粉丝。我觉得要抓一张牌，他节奏很稳。吓死我了！每次看到这种画面，都会想说：是要海王了，是要海王了，是要海王了。哇！戒指真心扯啊！好啦，这位应该不会有洛可可出来的、啊，这边很安心的可以这样。赛雷斯。他解不掉吧，他解不掉吧。他叫他解不掉，他这个场面也太扯了吧！这是什么巫术？我觉得先抽个卡吧。那我就先停止掉了。然后再开车 ，Cosin Z， 应该不可能开 Cosin Z， 比较可能是罗将军。又年，又年，年好年满啊！拜托大奖 ，SSSR 有了，金九伊莎金九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他还在抠心谁？好扯哦！再转啊！有。如果他抠心谁，我会死吗？啊，不打没机会。
有个其实有一个可能我会死哎、欸，暴君，但是那我也没办法啊，我这样打真的是最有胜算的打法。他这样撞，要不是在 B N， 就是他真的解不掉。哦，没有死住，合理，合理。我说我先杀一张回去。来了，谢谢。来互相死住啊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订阅追踪我，画面上也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点选观看。那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。